林州城里姑娘千千万，但是我们沈姑娘，那可是十步七尺的沈。原来是当朝首富啊！未出阁之前装得好一点，即便舞刀弄枪呢，也得等到你婚事定了再说。芊芊呢，体重不足，年龄不符。在下宋希远。妙妙，相貌不入法眼的，请出去吧。这都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哎，回来，你给我留两个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啊！你也是一屁股桃花债，咱俩臭味相投，岂不是帮整个灵州城除害？滚！深夜幽会虽不服从礼法，但会有一番情绪。哟，妙妙果然喜欢这种滋味的感觉。三公子。不累，不累。你们两个人闹够了没有啊？这故事呢，才刚开始。好看，突然激动，对你一婚嫁，千里姻缘，这是一线牵。这不是最喜欢看的戏吗？我是真打的。小姐，你碰谁呀？你们再纠缠不休，这世间你俩不能解决的，我可没见过你。